喂，什么事儿啊？说。吃宵夜？不行，我这看着练呢。哎，行了，不说了。我现在走不开，什么时候找找人再说吧。啊？啊？自打回来之后，很少和家里人说话。哎，行了，就这么着吧，以后再联系吧，啊。说，求求您了，这是最后一次，再不给医院钱就要被轰出来了，求求您了。小杰啊，真不是你叔我不帮你，你看看我这一家老小，我也没辙。上回那2万还没还，我没法再跟你阿姨说了。李叔，求你再帮我一次吧，就这一次。我是真的没办法了，我爸的病太突然，我找到工作就立刻还钱。这样，小杰，要不你再去问问你赵叔。我真没办法了，就这200，你先拿着吧。吃点什么呀？有菜单吗？来一碗米饭吧。本市近期发生多起便利店持械抢劫事件，匪徒专门针对老城区安保措施不足的便利店进行作案，案发时间多为深夜10点到凌晨3点间，请业主们注意。喂，徐大夫。哎，徐先生，您爸爸的手术费我们实在没办法再跟医院拖下去了。我知道您家里困难，但如果您明天不来交钱，你爸爸的药就要停了。哎，好的好的，徐大夫，麻烦你一定帮帮忙，我正在尽力找钱，2天内我一定把钱交了，求您千万别给我爸爸停药。不过说实话，这手术如果这周不做，老爷子就没什么希望了。好的好的。Thank you.
买什么呀？别乱动啊！把所有钱都拿出来。我是没什么钱啊，就这么一小破店，你抢我，你怎么想的，兄弟？别废话，再废话，我动刀了。别。爷们儿，有什么话咱好好说，行吗？我这真没什么现钱。哎，就这么台机器，里边有点零钱。不行的话，我打开你看看。快点，别耍花招。不能，你这拿着刀呢吗？快点儿，别磨蹭。别催呀！哎，这机器有个毛病，你要是不买东西，它就出不来钱。别蒙我，快点！我蒙你干什么？我这可是正规的便利店，这都是程序。那你给我拿瓶酒。我这酒多了，你想要哪瓶啊？你指给我看看。那个，醒了，甭找了，我这儿呢。你爸病了，缺钱，你缺钱也不能干这个呀。缺多少？问你话呢，你这孩子怎么那么不知道好歹呢？我要想回你的话，早就报警了。五万，明天就有。哈，你这孩子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就我这么个店，能他妈有五万吗？你抢劫之前也不好好调查调查啊？行了，起来吧。那您为什么没报警？看见那些奖状了吗？都是我家老大的。老二上学缺钱，老大就去抢了珠宝行。那年我迷上了玩牌，在我出棋牌室的时候，就是我家老大被警察带走的时候。那后来呢？十年，拖了很多人都没有用。才18岁，出来人也就废了。我错了，我看见你，想起我们家老大了。5万块钱我有，但是不能白给你啊。进门的时候看见招聘广告了吧？这5万块钱算我给你的预支工资，不过你得给我值1年的夜班，怎么样？